将春妖给我拿下！就凭你们？哎呀，大清早的！ 这是怎么了？你的小国王要抓我们，罪名是偷了他的鱼人。我说的是你，像韩生这么单纯的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做这种事情？不不不，陛下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，韩生，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衣冠禽兽给骗了。本王看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独吞鱼人吧？本君看你一开始的目的，便不是抓鱼人吧？你想独吞谁？ 以为本君不知吗？哎，别，哎，有话好好说嘛，不就是条鱼吗？没错，本王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想独吞韩生，韩生留下，本王就放你一马。做梦！来人，都给我上！你退下，免得伤了你。 春妖，他是一个凡人，你又何必动了杀气啊？韩生，你替他求情。小国王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就是来找鱼人的。不过这些都是为了把灵坛的生灵，并不是有意瞒你。你不必和他解释。韩生，你不要被这个妖怪给骗了呀，他肯定有自己的目的，他是不会在意我们这些凡人的性命的。韩生，你给我让开！ 韩生，韩生，韩生，韩生。